6月30日星期二的毕业礼物开箱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今天要开箱我的毕业猫咪礼物，毕业礼物，这个好重，可能是字典哟，抽布，抽掉了。哪里？这个是成绩。成绩表现优异，对啊，你会念了，很棒。成绩表现优异。好，我不会念的都表扬。108年学年度毕业校长奖，特别奖项。紫鼓励基隆，基隆市中正区八斗国民小学，这是我们学校那个同学的名字，校长罗世斌，罗世斌，罗世恩吧，冰吧，罗世恩是你同学的，对啊，罗世冰来，罗世冰，哎，你今天得的是校长奖，来去念一下校长名字，罗世冰，还有这个，好像真的是字典耶，还带着东西耶。橘色的东西耶，妈妈你看橘色，啊，猫咪在睡觉，原来是猫咪在睡觉，学生，我要词典，词典，对，好，不错哦，你看有只猫咪在睡觉，我婆婆梦课都在那儿睡觉。哇，字典耶，这是小学生。小学生活用词典。词典。不错啊。小学生活用词典。嗯。哦。老爸可以进去拍吗？不行。什么字啊？信啊？怪啊？恐啊？这个国语日报词典是大姑姑送的呀。然后这是。国语词典是姐姐毕业的，幼稚园毕业学校送的。我看你的有没有比较大本？那、你的跟那个国语日报词典差不多了，像书包一样。哦，又多了一个奖状。又有一个奖状了，来念一下，念一下。先都拿出来。哦，这是整齐礼貌优异奖。啊，你要考多久？对，整齐礼貌、哦、有三个重要的东西耶，有不同的东西哇，这是毕业证书，整齐礼貌奖里面的呀、哦、然后这是，我觉得这个书包应该是有校长奖有蓝的吧，然后这是整洁礼貌奖，应该那个有灰有蓝吧，对，好，你开来，奖状附设幼儿园金鱼班林颖小朋友在整洁礼貌方面表现优异，值得鼓励，各班茁壮，继续你继续努力，幼稚园毕业就可以拿到三张奖状，看一张毕业证书，打开了，哇，这书包长得不太一样，这是书包吗？这看起来不像书包的，好奇特哦。Success，
好，这边拉起来就是书包了吧？来，爸爸拉拉看，来，组合式。嗯，那、哦、好像蛮酷的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妈，我想要这个书包。你们的书包还不错，蛮酷的。然后前面那个可以，这边就可以扣起来。装水壶。这边扣起来。扣起来。这边也扣起来，这边再扣起来，这边我来扣。好，要怎么扣啊？对，我看一下，这比较像那个旅行感觉，而且还蛮轻的哈。来，我要杯杯，有那个一小盒那个，来个杯杯。来，走秀时间，转的，然后在桌子上走，不是，转的圈，在上面转的圈就可以了。在上面转，在椅子那里，椅子那里转的圈。好了，好。行了，这是整洁，你跟我讲是不是？那个小胖都有。嗯，你看一下啊，好像不错哦。这背出去玩也可以啊，这不像书包，对不对？这边是那个放水壶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当学校的书包。对啊，你就当学校书包。这放得下。嗯，这书包不错啊，蛮酷的。爸爸也想要。对啊，可以把等于爸爸装，哎，可以拿来装相机大炮哈、哦。不行，给你。这个好像比较像那种妈妈包的。什么妈妈？哦，还可以摊成一个嘞，蛮酷的。爸喜欢我的眼睛，喜欢就点赞，喜欢就点赞，喜欢就点赞，我下次见，拜拜。